到了深圳队的一次反击机会，金特罗，金特罗传过了阿基姆彭，哦，这就是金特罗，金特罗的巧妙传球，可能只有那么一条线路，一个缝隙就被他找到了阿基姆彭，漂亮。阿基姆彭也没有辜负他啊，确实很好的一脚拿球转身打。在这条线路上有将近最少4名河南嵩山龙门的球员。对。